嗨，张总说我今天很正，我每天都很正啊。拜托，我每天都很漂亮，好不好？什么叫今天很漂亮？仅限于今天的意思吗？啊，我今天有化那个，又化妆，化全妆，对啊。不说话的时候很正，那我要一直说话。今天的妆很好看，是怎样？今天很正，你们好过分哦！你看我化妆的时候才说我很正，我要受伤了。今天衣服好看哦，露肩的部分嘛，凸起的标准是露越多，然后越正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会露很多。对，我是走那种一定是大拇指啦的那种风格。嗯，你说薯条加冰旋风不好吃吗？是吗？明明就很好吃。哎，你知道那天晚上啊，就是我说薯条加冰旋风很好吃的那天晚上，就超级多人跟我说，他跟我也一样，就是吃薯条跟冰旋风跟我站同一派的。对，但是有很多人说他们都番茄酱加糖吃。番茄酱加冰旋风，这我没办法哎、欸，不行，今天不能再吃麦当劳了。每次在直播讲什么垃圾食物，然后都会去买，今天不能这样子了。虽然我前几天有去站上体重机，然后我发现我瘦了、欸，我竟然瘦了一公斤左右、欸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真的啦，体重机没坏、欸，我确定没坏，我电池还重新换。我不喜欢骨感、欸，我觉得骨感不好看，对我来说，我比较喜欢那种有肌肉、有线条的那种身材。哦，我来讲那我以前节食的故事。我以前就是那时候刚拍完一支 MV 吧，然后。这时候在看回放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超胖的，然后我就真的心情超差。那天拍完 MV 心情超差，然后觉得非常的受挫。我回家就反省自己，就开始去节食。真的，我就节食，我节食了差不多两个月。就这两个月来，因为都没有吃什么东西，我都只吃菜，然后也没有吃什么，也对，也都杜绝任何有糖的饮料，也没有吃垃圾食物，就真的就只吃沙拉，然后一点点的鸡胸肉，就我没有想到我就停经了，超扯，我就停经了，我就再也不敢再节食了，因为我觉得太可怕了。对，中了哦，中了，怎么办？中了，究竟是更年期呢，还是怀孕了？预产期什么时候？我之后再跟大家公布吧。这女人真的有幻想症，对啊，我是疯子啊！啊，不要叫我空干啦，不要叫我空干，我不会，我就没有啊。然后可以再升 key， 这好低哦，这不是原 key， 是 F。我 B 啦，我 B 啦，对，我今天是仙人模式哦。今天可以吸收大自然的精华。哼，哎耶，我明明就是 B， 这么 A A， 明明就 B， 少在那边，好烦哦。好啦，我 A 啦，我 A， 你们说的都是对的，对，随便你们，随便你们怎么讲，都行。反正我觉得我是什么就是什么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今天特别，哎，我觉得我今天很情绪很平静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就是好好 peace 哦，感觉还没有那个，我还没有进入那个干化模式，可能要再晚一点。头发别再晃，我好晕。哇！我知道您是死啦，我看呐、啊，我有看呐、啊。爆雷，笑死！遗忘的剑被谁封印？追随着潮声和马。等一下，我那个姿势一直分不清楚，好烦哦！再一次主歌，好来哦。为何铺垫下的泪，我先流一遍？是面上的指尖都。蛋卷比较好听嘛。
我等一下去听看看。别，什么意思？你说不要去听那个吗？蛋卷唱歌？真的假的？他灵魂唱歌，那我更要听啊！现在听啊！对啊，听一下吧。我看这颗猕猴桃。啊！我操，好痛苦啊！等一下，他刚是 rap， 不是他的第一是猕猴桃，不是吧？是。我看这颗猕猴桃，好屌！眼泪突然被引爆。下句歌词，特别爱闹，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。妹子长可爱，我天生她可爱，不爱炫耀，超屌的，却太多艺术细胞。天哪，她在创作哎，好感动哦！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？我们后面也笑太大声，笑太大声了。都走了、欸，很强哎、欸，那个嘶吼声很强哎、欸，我输了。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？为所有的悲剧当特越演越。我没有笑啊。我觉得这所谓的艺术的最高境界吧。就他那个撕裂的那个声音，真的是完全唱进我的心里面哎！我现在脑袋都是撕裂的，那好强哦！天哪，我这次是真的认输嘞，我真的输了，怎么办？我输了耶！这个太强了吧？这个我会想要设铃声哎！没有很嘴啊，我在说事实，真的啊，我觉得很好听啊，不错啊，不是我在笑，我刚刚没笑吧？我刚有笑吗？哦，我刚刚好像有笑，对不起。喜欢哎、欸，哇、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